老婆，我们来换台电动自行车吧，不用申领牌照呢。不对哦，你的资讯过时了。过时了？对，电动自行车已经更名为微型电动二轮车了。除了要领牌照，也要投保强制汽车责任保险。车主如果届满6个月没有再投保，是会被注销牌照的。你怎么都知道啊？我可是优良用路人呢。微型电动二轮车也要投保强制汽车责任保险，行车安全更有保障。